觉得现在没有谈什么，我对他来讲就是说，还有过去我们相处的那一段共同努力的日子，我非常回味。但是对于他在法庭上对我说的一些不实的指控，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，对，就是有几件事情，我觉得这个由你们记者本身也可以去调查，因为我觉得由我来讲就不算。那么他讲，他在法庭上讲，好像觉得是这一件事情好像是变真的。他说我让他的母亲在门外站一个小时，这是绝对没有的。同时他说我写悔过书，这也不是，这只是一封信，也不是悔过书。然后他说我很凶，那么我过去从30岁到现在，我过去都是协助他，我们经常互随。我想你们可以去访问别的歌星，好，那些熟悉我的朋友，我有没有很凶悍啊或是什么，我想这些我绝对是否认。那么我可以原谅他这么说，因为他想要照顾他的最新的这个嫩草，那我可以了解他的心态。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跟你们在这边说的就是，我这一些事情是我不会承认的，因为是没有的事情。愿意，假如他要再追回我，我愿意作为他的太太啊，因为我非常认真我的婚姻，我是很无奈的，因为也许他也是受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啊。因为陈建斌到现在他没有搬任何一样东西出去。对嫩草就是怎么，现在都已经成事实，我希望嫩草可以好好照顾他，因为建斌的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工作我想比较复杂一点。